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姐姐约我出来吃饭，看看她请我吃什么吧。先来买一个冰棍吃，有什么比大冬天吃个冰棍更爽的了？哇，里面还是生巧哎，奶香味特别的足，里面的生巧是流心的，哇，好棒啊！这个，今天我们来吃筋头巴脑了，来调点酱，先来口牛腩，你别说，整的还挺香。吃一口这个焦羞皮蛋。酱油咸香咸香的，当一个爽口的小菜还是不错的。尝一下这个豆腐拼盘里的一个什么豆腐，QQ 弹弹的，好好吃。再吃一口这个老豆腐，特别喜欢这种老豆腐，这种有味道的豆腐。来一口筋头巴脑，吃筋头巴脑也不能少了藕呀。你就说这筋头巴脑它不香吗？一口吃掉，Amazing， 小油豆皮儿，不能光吃肉啊，也下点菜，肉不够吃了，再加了一份肉。我们没点主食，点了一份什么手工粉，来尝尝好不好吃。趁着所有锅品都没开，吃一个小奶冻，来一块土豆，已经煮得特别烂糊，贼好吃，粉也得安排上啊。来一个娃娃菜，花菜。俗话说得好，一天不吃肉浑身都没劲儿。太香了。再来一口快乐源泉。来一口鸭血。吃下手工粉。这个手工粉特别的筋道。是我出来的太晚了吗？吃完饭都就要关门了。看看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吧。啥都没的，还是回家吧。今天的快乐店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跟家里人一起出来吃饭，看看我们去吃什么吧。店内的装修都是这个店长自己搞的，然后这些画也是他们自己画的。哇，还不错的鸭子吧？我们来吃铁板八爪鱼五花肉，然后又点了一份活八爪鱼，海鲜葱饼也是不能少的啦。菜上来了，先吃小菜吧。先来一口茄子、豆芽、腌萝卜、辣白菜，吃下这个活的八爪鱼，蘸上酱，滑溜溜的在嘴巴里还会动弹。来一份海鲜葱饼。我们的重头戏铁板八爪鱼上来啦，烤好了，先来一块五花肉，看着也太香了。豆芽菜也来一口，八爪鱼，这么来包一份真的是特别的好吃。再放上米饭，这么包上一个。店长还赠送了海带汤给我们，喝一口海带汤。特别鲜亮，再跟你们讲一下怎么特别好吃。把这汤舀到饭上，吃上这么一大口，这是什么神仙的味道？爱了爱了！今天的快乐源泉就是可乐了，干杯！吃完饭又和大姨还有妈妈出来啦，我们点到好吃的上来啦，先来喝一口这卡曼基养乐多，酸酸甜甜的，有一种恋爱的感觉。来一口这个干虾的面包。有淡淡的葱香，然后里面这个酱也特别的好吃。吃下这个年糕沙冰，是绵绵冰的，奶香十足，再配上一块小年糕，太满足了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在日本买的那些零食一个都没有吃呢，现在今天马上要回去了，今天就把这些都给吃了吧。被妈妈吃的只剩一个的 Hello Kitty 的小蛋糕，听说是最好吃的 Pocky 草莓香槟的生巧，还有这个超好吃的芝士蛋糕，这种快乐时刻怎么能少了可乐呢？吃下这个芝士蛋糕，冻得有点久了，有种冰淇淋的口感，然后外面还有一层芝士的奶皮，非常的香甜好吃，这个爱了爱了。吃下这个草莓香槟的生巧，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草莓和香槟的搭配也非常的棒，你说我吃多了会不会有点微醺呢？吃下这个 Kitty 猫的苹果小蛋糕，软乎乎的，然后里面这个苹果酱也非常的甜，好吃。最后吃下这个所谓最好吃的 Pocky 是什么味道的？听说这个巧克力是北海道手工磨制的，说非常的细腻，然后我觉得还一般般吧，也挺好吃的，反正。最后喝上快乐源泉，今天是快乐天，拜拜。